来吧，干活。该睡觉的睡觉了，可是再不做饭就没得吃了。马上下楼吧。你一个人在做饭呢？对啊。来呗，啊，整点洋葱呗。哇，给你泪流满面。洋葱啊，主厨必备嘛，这不是？来，御厨，御厨也带一个。把衣服有点紧张了。赶紧涮，再来烧杯酒。洋葱给它切片。特别粗吗？还行啊，现在没有什么感觉啊。那炒的啥子哦？牛腩啊。有米饭吗？没有米饭。你在干啥呢？好像拿水泡一下就不会这么刺眼。不，他说在旁边放盆水，有用吗？没有米饭是吧？没蒸呢。饭不会都是我们做吧？做吧。有米饭吗，朋友们？米饭的小偷。我没做过十一人份的饭呢。是啊，要放多少啊？十一人份我也没做过。这。是怎么弄的呀？米饭我怎么调呢？功能选择，不对吧？开始碰，这还智能锅呢，一点不智能。锁定了，我锁定了。绝对开始了，应该再做。哦，再烹了啊，米饭再烹了，兄弟们。好，可以了，就这么大。那就等就行了呗。对。哇哦，香。尝一口不？可以，可以吧？要拌着饭吃。有点香的嘛，收汁收汁，收汁汁了，是嘴是收汁，好香啊这个，哇塞，都是你做的吗？对啊，浩哥，可以，不错，这个饭都没煮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咱也去，是谁煮的饭？谁煮的饭？我煮的，怎么了？饭都没按。按了，他倒计时都记了。张延奇，张延奇能不能干点实事？哎，能干点实事。还是一锅米跟水。能不能干点实事？还在那赤子。他是按了，但没有按启动，没有按开始。我必须要打人了，他倒计时再倒啊！他哪儿倒了？你告诉我，你打开看一眼。不是，我从。45一个小时开始倒的，他都倒到只剩4分钟了。谁能会用这个锅吗？谁今天用明白了，我叫他一声爹爹。你说的吗？你说的啊，我来试试。你来试试嘛，你来试试嘛。首先我们要选择功能选择。你这样要关过来啊。你来，姚老师会。谁弄好他，我叫他一声爹爹。我在这弄了20分钟。选择米饭了吗？对。好。我甚至可以告诉你，这个可以调时间，这个可以调分钟，剩下的我就不会了，我只会到这一步，兄弟。你们现在跟我的操作没有任何区别。不行，我必须让他叫我一声爹爹。他已经结块了。这是什么个意思呢？他是为了给我。我觉得他。我感觉现在就开始了。你刚刚没有经历这一步吧？没有没有。那对了，我觉得应该。然后调了之后，长按之后，他就开始了。哦，开始了，应该是开始了。叫爹爹。叫快！好香、啊！快叫！他弄好的，那你叫，那你叫，叫爹地。我就心里舒服。
我累了，我累了。